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田妈，欢迎来到田妈频道。在疫情之前，可能很多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博物馆，但是目前各大博物馆都处于关闭状态，很多人都被困在家中。那么今天，田妈就带大家在家逛遍全世界著名的博物馆。 我们现在开始吧。首先，田妈带大家看一下著名的卢浮宫。大家进入卢浮宫的网址以后，首先这边是有可以选择语言的，但是田妈提醒大家先不要切换语言，因为切换以后很多内容可能都看不到了。我们先看重点，第一个大家一定要看的就是这个 Closer Look，这里面就有像蒙娜丽莎等著名的艺术作品，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细节图。 比如说像蒙娜丽莎，你就可以看到每一寸肌肤。建议大家把这个 close look 里面的所有的图都可以点开看一下，这些艺术作品都是相当的唯美。这里还有 one minute in museum，这个就是适合小孩子们看的动画，非常简洁。还有蒙娜丽莎的 VR，大家需要下载相应的 APP，然后进行观看。另外呢，它还有讲这个卢浮宫八百年的一个历史。 喜欢历史的朋友也可以观看。另外呢，它这里还有一些就是视觉的兔耳，大家有空的时候都可以全部点开看一下。大家进入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 room 里面的所有的展品，可以根据它的这个导览，它会带领大家去游览整个博物馆。大家会感觉到就是在身临其境的逛博物馆，还可以放大和缩小进行观看，而且可以三百六十度的旋转。 希望感兴趣的朋友都去游览一番吧。卢浮宫呢，这里还有很多古埃及的文物和一些关于法老时期的一些信息。那喜欢的小朋友们就不要错过了。 那么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近距离观看蒙娜丽莎的机会哦。那田妈关于卢浮宫的介绍就到这里了。刚才田妈带大家去游览了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卢浮宫，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另一个大都会博物馆，是有提供给大家一些语音的 Guide。大家进入官网以后呢，直接点击 Audio Guide。 那比如说，我们可以看这个当前的一些展览，大家点击类就可以开始播放了。 目前的展览的内容都在这里进行介绍。大都会博物馆呢，它有一个更贴心的设计，就是专门为儿童设计的儿童博物馆。呃，大家根据田妈提供的网址进入后呢，可以在这里面进行参观。首先，大家看麦普这里，大家如果点击以后呢，它就会有详细的一些介绍。另外呢，它这里面还有时光机器，可以按照想要了解的年代可以选择，比如说我们。 我看公元前的，那大家点击 push。 就会出些公园前的一些珍宝，大家可以看细节图，包括它在博物馆里的位置，包括它的详细的一些介绍。田妈觉得这也是特别好的一种学习方式，感兴趣的小朋友们就可以根据这些分类进行查找。这里还有很多的 video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比如有博物馆的专家给大家讲故事啊，或者是一些活动，嗯，这里也有一些分类，大家可以选择。 比如说一些节日啊、庆祝活动啊，这里都有，包括还有一些是小朋友们的作品展示。甜妈觉得大都会博物馆给小朋友们设计的这个 metal case。 特别适合小朋友们进行学习、观看、游览。刚才呢，田妈有给大家介绍关于卢浮宫和大都会博物馆。那另外呢，还有一些博物馆，它没有制作一些在线浏览的图。o 大家可以在 Google 里面直接输入 Google Art and Culture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进行浏览了。 比如说，我们现在来看大英博物馆。我们输入大英博物馆，那么这里呢，大家就可以看到它这里所收藏的藏品，那么还有它的内部或者是外，接点击就可以进行参观了。那这里呢，每一个艺术作品的话呢，大家也可以查看这个细节图，还有详细的一些介绍。同样，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直接输入大都会博物馆。 这里呢，大家就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目前的就是在线的一些展览，包括他收集二十多万个艺术作品，大家也可以浏览他的室外还有室内的一些展厅。这里还可以按艺术家的名字进行搜索，比如说我们想看莫奈的作品，这里就有收集一些莫奈的名画，而且可以放大缩小，并且可以看他的一些。 啊、uh,，detail 还有一些讲解，甜妈试了一下，就是这里不光是可以参观一些博物馆，另外呢，比如说你要是想参观啊、uh, White House，这里面也都是可以的。现在可以在家里足不出户就可以游遍全世界了。以上这些就是今天甜妈想给大家介绍的内容。如果您喜欢我的片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及分享。我是甜妈，我们下次见。